澄清医院中港分院致力于医疗品质提升，自2011年起，持续推动品管圈改善活动，皆能适时运用于临床作业上。本院除了深耕品管圈手法外，更导入 RCA、FMEA、TRM 等品管工具，借此培养各单位之实事求是之态度、脑力激荡的精神及促进团队合作。近五年来，本院参与各机构举办之品质改善竞赛活动，共计荣获2项金奖、2项银奖、8项铜奖及6项特别奖等奖项，深受各位评审委员之肯定与鼓励。希望未来本院能在品质改善上多加精进与突破，有所创新与进步。